能因我手中这兵刃，我自是认得了楚军。但如果我赢了，婚姻之事就不能再提。刘妹，他是生是死就看你了。如今你浑身被青花所刺，没有我的解药你就死定。刘妹，哥哥，我心里只有过一个。神雕侠侣明天22点播出。这青花毒根本就逼不出来。你现在身中剧毒，我去丹房给你拿解药。哥儿，真是养虎遗患，我把你养这么大，没想到你今天居然反过来咬我一口。神雕侠侣